看，今天早上啊，我刚才把这个一个勺子拿出来，一把勺子拿出来，然后我注意到这个里面有这个茶，那茶呢闻起来不新鲜了，已经。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这个一个空杯子，不是有茶的杯子。不管怎么样哈，今天早上这个情况是这样，4月3号2017年，这个厨房的。台上和炉台上是这样，有好多杯子要扔掉了，有些杯子好像不是，我分不清哪些杯子是我放在这儿，哪些杯子可能是 home invader 放在这里。像这个我是扔掉了，扔掉垃圾桶里有，应该有一个，怎么会？垃圾桶里是有一个，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 home invader 放进来的，在我4月2号下午晚上出去的时候，4月2号下午一直到这个4月3号凌晨我回到家里吧，大概是记不太清楚，4月3号凌晨我回到家里还是4月2号很晚的时候我回到家里，可能是4月3号凌晨过午夜的时候以后我回到家里，大约12点早上将近1点的时候我回到家里。那么在4月3号2017年早上一点以前呢，我回到家里以前，这个我都不在家里。那么如果有人放的这个 home invader 可能是趁着我在那时间之前凌晨1点之前在我家里外面，然后跑进来放这儿东西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像我那个卫生间里那个内裤啊，那个底下多了一条，这个我想分到另外一个这个 video 把它录下来讲另外一个事情。